浙江绣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知名的专业生产食品和医疗洗塑、注塑、卷膜及口罩的生产商，坐落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洲中心浙江嘉兴，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公司创立于2009年，持有国家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和医疗注册资质，秉持环保、高效、创新的经营理念，经过11年的发展和创新，现拥有工厂员工逾240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约50人的专业技术设计人员和精英团队，先后荣获10万级净化车间认证、美国 FDA 注册、欧盟 CE 认证、SMETA 社会责任审核、ISO9001 体系认证、ISO22000 食品安全、ISO14000环境安全、ASTM F2100 检测报告以及医用口罩检测报告。公司以追求优质产品、承诺满意服务为宗旨，不断开拓，严格监管产品质量，注册和持有口罩品牌商标苏博士以及高品质的洗塑包装产品，现有10万级口罩生产净化车间2000平方、 GMP 无尘洗塑车间10800平方、全自动口罩生产线8条，每日最大产能150万只口罩。苏博士口罩是公司通过独立的无菌口罩实验室检测，采用 PFE、BFE 过滤效率、呼吸阻力、耳带拉力等检测仪器和微生物实验、降解材料等新材料的研发设计及运用，设计和制造而成的一款3层并具有高效过滤颗粒物和细菌效应的产品。该产品可以有效过滤空气中的病毒、细菌、花粉等颗粒物，口罩产品核心指标颗粒物过滤效率大于95%，细菌过滤效率大于98%。产品分别为民用一次性防护口罩及一次性医用口罩，采用优质材料和先进的工艺，使产品防护性充分满足国家标准和质量要求。产品持有国家二类器械医疗生产资质许可、欧盟 CE 认证、美国 FDA 注册等。绣龙包装通过精益生产制定 KPI 目标、考核目标的管理模式，不断优化成本、提高质量为导向，已成为多家跨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其包括全球糖果领头行业马氏箭牌、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雀巢、全球最大餐饮公司之一百胜肯德基。口罩更成为日本政府奥运会口罩供应商，获得国家商务部出口白名单。同时，公司为国际世界500强企业提供洗塑产品以及提供包装解决方案。现有合作企业或品牌有肯德基、哈根达斯、湾仔码头、蒙牛奶制品等。苏博士口罩品牌销往全国各大电商平台、药店、商超及出口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坚持5大原则，塑造出绣龙包装所特有的公司文化，勇攀高峰，令产品物超所值是我们的目标，持续开发，利益互惠，实现共赢。优异执行要求绣龙每个人都能够尽其所能，相互尊重，客户好评。